今天的 MVP 要给郭哥。他看起来不像第一次划船的人，他的程度其实说真的，我们以一般的民众来说，他的水平应该算相当的高。我就是因为坐他后面嘛，然后看他一些动作，然后去帮他揣摩，然后跟他讲一些技巧，后面他其实吸收得很快，因为毕竟大家都是运动员出身，运动员学习能力就是在运动上会比较高一点。今天整趟的课程起来，我觉得他真的是对我有点跌破我眼镜的感觉。那要冲回去吗？好啊，右脚再多两脚，可以了吗？可以，可以 ，Let's go。OK， 胸再转多一点，对，往后带，右脚，右脚要多。好，往中间，往中间，往中间一点。OK， 耶嘿！刹车刹车！我们才好像花14分钟而已，胡哥。哇塞！哇塞！这个滑法是一样嘛？对，然后握在凹的地方。像我刚才这样滑，你觉得还有什么需要？太硬了。我觉得可以抓水的时候，试着可以入水的时候稍微放松一点。好，胡哥这对这一样扫，对，然后一样半圆形。啊，郭哥，我试试看那个踩脚的感觉吗？踩脚好，你说踩的踩，就是滑左脚的时候，稍微左脚踩往前踩。郭哥，你今天完全不一样啊！完全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怎么昨天装什么逼？第一天先装，第一天装弱，第二天有教练带。你们刚刚超快的，超帅。不会，教练在带有差。其实我之前打棒球的时候，让我因为开了很多次刀嘛，做了很多次复健，所以我大概开了。94刀有那种睾丸癌的那个现象，所以其实都面临蛮多挑战的，所以我觉得我比较可以的是斗志这方面，我也很用心的把这些东西去学好，因为我也习惯是蛮多人觉得我做不到的事情的时候，我做到给别人看。今天的 MVP 要给郭哥。为什么？大家记不记得昨天我们在造浪池的经验？大家很替他担心了，对不对？那今天虽然说有纸豪，可是我觉得郭哥他非常努力，他一直不断的去尝试很多他可能一开始没办法做到的事情。他一直说啊，教练可以教练吗？教我来示范。其实他很积极的主动去要求他可以来做尝试，所以我觉得今天他很努力，我觉得 MVP 实至名归。哇，谢谢教练，谢谢教练。黑马，黑马。